你发现管理员离开之后，进入展厅盗取宝物。杨洋，你要按照你之前的记忆穿越激光射线，关掉防护网，一旦触碰警报就会响起。防护网有一些红外的这个分布，所以你现在就要练一下怎么穿过它。穿过，好帅。哇，真的很黑哎。第一条，第一个，你刚才触到了机关。微微，你现在回到了展厅，关掉防护网。杨洋，啊，来了，啊，有那么多线啊，这边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手给我。走，嘿！哎呀，怎么忘了呢？我在这还有一个身份是馆长啊，我只要去把这个红外线关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快去啊，在这等我啊。嗯。哎，糟糕，杨洋，他们重新设置了这个红外线的设置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改不了了啊！没事，我看得见，你听我指挥啊。好，来。先迈左脚，左脚，好，好的，然后低头低头，这一根比较高，再低一点，好，先把上半身过来，好，好，右脚右脚一下过来。我是壁虎的呆猴子，你是蝴蝶，别别别我。哎，这个就比较难了，你要先往左走很多，那边的缝隙比较宽。你走吧，走到可以了，我告诉你。可以了，这个。对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往左，慢慢，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，往后，往左，对。抬高腿，迈过去，迈过去。真的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桌子，是我看错了。微微，你带着杨洋先查看一下博物馆的展品。来，我们首先来看一眼这幅。哎。没事，不是我们的沙发，随便吧。来，我们先看一眼这幅。哎，哎，你可是专业的江洋大盗啊！我是，我是，我是很帅的。对，我看看，这墙上的四个人，这是最新哪里人？墙上画里的四个人呐，这是最新的一幅画，剧作叫《四大名捕》，怎么样，觉得？对，我觉得可以偷，是吧？嗯。哎，你觉得他们几个谁最帅？我觉得右边第一个吧，右边第一个吧。然后尤其是这幅是不是特别的醒目？对对对对对。右边第一个最帅是吗？嗯。哎，你觉得你跟他长得像吗？我吗？啊，哎，有一点，是吧？哎，那右边数第二个你觉得帅吗？也帅，也帅。嗯，喜欢他吗？挺有魅力的，对吧？嗯，好。微微，你现在带着杨洋开始盗取宝物。哇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可是埃及长老的权杖啊，杨洋，你是专业的，你来拿。跪下我们错了，我沉睡了数千年，是谁来打扰我的休眠啊？他你那个时候说这种话。长老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想要你手里的这个权杖啊。此权杖是我们族人守护了数千年的宝物，你们说要就可以拿走吗？那要怎么样才能拿呀？除非你们
是我的族人。长老，我们要怎么做你的族人？说吧。想做我的族人是非常复杂的。你们真的想吗？想。想。那你们就试了。啊，快起来，洋洋。啊，多谢啊。不过这些还不够。长老，我膝盖了，我膝盖都不疼了。不过这些还不够。哎，你们必须要学会跳我的族舞。嗯，好的。记住要跟我的动作一致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，跟着我跳起来。杨洋，你跳错了。怎么了？你跳错了，长老是不会把权杖给我们的。咱们一起放开，好，然后就成为他的族人，我们就拿到权杖了，好吗？看着我的权杖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来，好，碰着权杖跳，预备，哦。来，长老，我们可以拿你的权杖了吧？啊，可以了。洋洋，哎，我们拿到权杖了。